欢迎进入音乐不断。音乐有时候疯狂，让体温和地球碰撞。音乐有时候忧伤，让记忆变得很浓。音乐不断。特步音乐不断，特别好歌不断。各位好，我是冯瑜。从超级女声的舞台毕业之后呢，比比很快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单曲《天鹅》，之后呢又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《笔记》。这张专辑呢更是为比比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数个音乐大奖。下面呢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好音乐。耳朵听讲，听懂这些以后再听比比歌唱，头脑用来思想，耳朵听讲，听懂这些以后再来听我歌唱。今天找你的你不要忘记了，鼻子下面的那个不是只是用来说，今天找过的你一定学会了，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要会思考，还有要礼貌，学会尊重领导，学会服气，学会服气，服气大佬，服气大佬。就像 BB 煎的饼干不吉利，最起码撒个娇。BB 煎的小哥老实，但是自己写歌写的，不是很好。BB 煎的亲，我给个 sweet smile。BB 打针被护士骚扰，过去蓉蓉姐姐见义勇为，那个拥抱，蓉蓉姐姐真好，不然屁屁不保。说了不要看着屁屁。你假装不看我。像不认识我，擦肩而过了，所以我心一下疼了，泪一下落了，仿佛全世界只剩我一个，到处都是比比的歌声呢，受到了很多歌迷的追捧，比比憨厚可爱的形象呢，也得到了很多电影导演的喜爱。所以呢，当比比出现在电影荧幕上的时候呢，无论你是不是比亲，你都会感觉到无比的惊喜和兴奋。在电影《第601个电话》还有《春天花花同学会》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比比和木娜很呆的表演，其实那就是真正的周笔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身影里藏着我的心事，余下的是否都是你的讯息？你是否就是守护天使？你的呼吸是一首爱恋歌词，在最神秘的距离也不是，不过有歌听挺好玩的。是啊，挺好玩的。也觉得孤单，我
想飞多远都不会累，才明白爱的。哎呀，对了，送给你的。肖邦都站不稳了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特步音乐不断周笔畅音乐特辑的回顾。当2007年湖南卫视春节晚会的表演嘉宾的名单上面，我们听到了周笔畅的名字的时候呢，有点惊喜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再次重温一下这一次惊喜。那么就这首歌曲的话呢，彭宇很想跟比比说一句话，那就是因为你的可爱，我想永远当你的彭乳哥。今天有一个人，我觉得回到湖南意义是特别重要的，而且他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舞台，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盼和感动。掌声欢迎比比周笔畅回家。谢谢大家好收停收。安静，听比比说话啊。安静，我们要听比比来讲话，好不好？好久没到，没有回到湖南了。对对对，来问候一下我们湖南的观众朋友。啊，湖南的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回来了。来，掌声欢迎周笔畅带来这首很好听的歌曲《无人岛》。